你总是把人往脏里想啊！我没你想的那么饥不择食。你骂谁呢？你是有毛病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是这儿有毛病，你这儿有毛病。嗯，很好吃，谢谢。够吗？再帮你煮一碗。够，我帮你洗。不用，放在这儿。啊。 有病吧你！哎，你干嘛走啊？哎，你别误会，听我解释。哎，听我解释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有病。哎，别走！哎，喂，别走啊！你误会了。 喂，你好。王一鸣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把人想那么龌龊，知道吗？我，喂，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。那药可。 喂。哎。 你跟踪我，这里是幼儿园啊，臭流氓离远点。流氓？哪有流氓？第一次见面就吃那种药，你不是流氓是什么？哼，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回家，咱俩到底谁是流氓？我今天不能让你平白无故的诋毁我，我必须要给你科普一下。举原酸西地那非片，又称万艾可。 就是大家传说中的伟哥，咱们国家把它纳入医保，不是为了治阳痿，而是用于心脏病的相关诊疗，明白吗？你有心脏病啊？你这不活蹦乱跳的，谁信你有病啊？我有没有病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别总是把人往脏里想啊！我没你想的那么饥不择食。你骂谁呢？ 你是有毛病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是这儿有毛病，你这儿有毛病。喂，喂，小厨妈妈，你能来趟教室吗？小厨有点情况。好的，好的啊，这就来。你好，二班的，开一下门呗。啊，